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看《大经可注》第952页，952页最后一行，任四。课题，妄分四啊，分四科。第一，欺狂损他，前面的三段，杀盗淫。这个地方呢，妄语啊，这第四段呢，妄语。请看经文，其四者，世间人民不念修善，两舌、恶口、妄言、绮语，增积善人。败坏贤人，不孝父母，轻慢师长，朋友无信，难得诚实。这一段经文，念老注解的第四段。说明妄语之恶，妄语者，知论语，这就是大智度论。妄语者，不尽心于狂他，欺骗他人，复因实啊，把真实复也啊，复是盖复，隐蔽，出一语，啊，这个一语就是妄语，与真实完全相违背，生口业。是名妄语，这口造的是不善业。又大乘一章曰：“言不当实。”啊，不是真实的，啊，没有说真话，故称之为妄。妄由所谈。故名妄语啊，我们讲呢，他所谈论的没有一句是实话。底下念老为我们做简单的解释：故知心存欺谎，口出不舌之言，即名妄语。又口之四过，四中过，以及舌恶中的口业之四恶，名为两舌、恶口、妄言、绮语。这大乘一章上所说的。言语自古以来所说的诚实，那什么？那是信德，五常之言了。啊，五常是
仁义礼智信，一切众生从生下来发而入世，他本来就具足这五种德啊，仁就爱人啊，他自爱，他爱别人，啊，第二个是义，他起心动念、言语造作，一定是合情合理，啊，合法。不合情理法，他绝对不会去做，也不会去想。啊，第三个是礼，礼是规矩、法度。啊，这一定会遵守。人人都守礼，社会就庄严整齐。啊，社会为什么乱？大家不讲理，啊，如果都能够守礼，弟子规就是礼，礼之根本，礼之基础。一个人从小就养成习惯了，啊，懂得这些规矩，一定要遵守。不遵守就不遵守，社会乱了。社会乱了，不但自己苦，大家都苦啊。人人都守礼，这个社会庄严整齐。这一点非常重要啊。儒家讲理，佛家讲戒律。啊，戒律里面唯一就是礼节。啊，唯一讲的多啊，有沙弥，沙弥戒只有十条。唯一就是礼节，有24条。啊，叫24门。每一门不止一条啊！啊，懂得做人的规矩，这是礼。啊，第四个是智，这个智，今天讲的理智，啊，而不是感情。啊，感情容易做错事情，啊，理智。辨别这事情应不应该做，啊，辨别里面的标准是以利益众生为第一，啊，利人利己当然最好，利人不利己这个事情要做。啊，不利于别人呢，只利自己，这个事情不应该做。啊，这就是理智，而不是感情。
能够舍己为人。啊，第四个就是信。啊，信就是佛家讲的不妄语。啊，言语要诚实。啊，这叫信。人生在这个世间，基本上这五条一定要遵守。这五条不遵守，你在社会上不能生存。那可是今天的社会出了问题了。啊，外国人讲信用，信用卡。啊，那是被法律所保护的。啊，你要是失了信用，以后你信用卡就没有了，就把你收回去了。啊，对你的生活带来了非常的不方便。所以那一种信不是出于内心，是出于法律规章，你不敢犯法。啊，可是中国人连这个概念都没有。啊，不但骗人，还要害人。最明显的是药物，现在药材假的不是真的，那怎么能治病？啊，他卖给你，他要钱，真叫谋财害命。啊，这种事情在古人讲，这伤天害理呀。这个事情怎么敢做？啊，现在人不相信因果。从前人相信因果报应，不敢做伤天害理的事情。啊，他怕有报应。现在人说因果是迷信，是骗人的，哪有这回事情？啊，所以损人利己的事情普遍都是啊，在这个世界啊，实在讲太可怕了啊，到处都能见到。所以现在人活在这个世界没有安全感，这个多痛苦。那心定不下来，古时候人无论是贫贱富贵，他心都是定的。啊，基本的这些概念道德人人都懂，在社会上看到，常常听到，啊，现在没有了。不但做的人没有了，讲的人也没有了。啊，我们天天在学习经典，天天跟同学们在一起分享，几个人听。啊，真正听的人，那就是佛法所说的，这个人有善根，有福德。啊，弥陀经上所说的，不可以
少善根福德因缘得生彼国。啊，这个人居住有善根福德因缘，喜欢闻佛法，喜欢听法，啊，喜欢修行，他的生这个生命有方向，有目标，这种人就有幸福。啊，我知道我这一生来到世间干什么的，我应该做些什么事情，我要把这些事情做好。啊，他在生活当中有乐趣。这种乐趣是从自信里面放外面放光的，从里面发的。学而时习之，不亦乐乎？这是真乐啊！中国古人说“孔颜之乐”，啊，孔夫子、颜回啊，他们的乐是真乐。为什么？孔子在当时在社会上没有地位，也没有财富，啊，是个普通的老百姓，啊，是个喜欢读书的人，生活很清苦，啊，一生教一些学生，大概生活方面，学生会有一点供养。啊，学生里面有几个家庭环境好的，啊，我们就知道父子的生活很辛苦啊。因为他没有从事生产事业，啊，过去那种生活我们了解，我们曾经见过，啊，多数人顶多是有一点点田地，种一点蔬菜，啊，种一点水果。啊，自己养一点家畜，啊，这是过去社会常见。我们从这个地方能体会到夫子的生活状况。啊，他们的乐从哪里来？他们乐是开悟了。对宇宙人生的真相，越学越明朗。啊，像佛教《心经》里面所说的，般若智慧开了，照见五蕴皆空，这个欢喜啊。啊，大乘教里面佛常讲常生欢喜心，法喜充满，啊，这个境界就是方东美先生所说的人生最高的享受。啊，既然是最高的享受，当然
不是普通人所能够享受得到的，他境界达不到那个境界。普通人的享受是欲望，财神明是睡眠。古今圣者的享受与这个不相干的。圣人的境界真的许多是形而上的境界。不到那个境界体会不到。人为什么要出家？为什么要修行？这个里头要没有真正的乐趣，行吗？谁肯干呢？84000法门里面，任何一门相应，都能得到真正的乐趣。真正的法喜。净宗当然也不例外。要搞真的，不能搞假的。假的里头没有乐趣，真的里头有。越学越快乐，越学越幸福。越学烦恼越少，智慧越长，这就对了。如果没有这种境界现前，我们的路没走对。虽然学佛没走对路，或者走偏差了，为什么这个境界得不到？那就得修正了。标准在哪呢？标准在经典。这就印光大师在文钞里常说：“84000法门，门门都要依靠经典的。”净土中还有五经一论呢。如果没有经典做依靠的，这不是佛法。佛所传的修行方法，通通以由经典理论作依据。如果修行可以不必用经典，释迦牟尼佛在世49年，天天讲经教学，那不就白讲了？这个基本的道理我们要能体会得到。在经典里面生欢喜心，这就善根了。善根从哪？过去生中曾经学过，这一生中又遇到了，生欢喜心。过去生中没有基础，这个生中刚刚接触，欢喜心生不起来。那很勉强。但是什么呢？接触之后，阿赖耶识里头，这个业习种子加深了，这是真的。所以一遇到经典就生欢喜心，
那要多少生、多少劫的善根？这真的一点都不假了。啊，特别是经中法门，这是经上佛说的很多。啊，这一句阿弥陀佛，净土无尽一论，一切道就生很大的欢喜，大欢喜。啊，就相信，就发愿，就认真去念佛。佛说，这个人过去生中曾经供养无量诸佛，得听清楚这个无量诸佛，不是一尊两尊的，三四五尊的，不是，那个熏习力量不够。那曾经供养无量诸佛，这一生当中一听一看见，啊，就生欢喜心，得无量诸佛威神加持，换一句话说，你这一生很有可能得大成就啊！大成就啊，就是超越六道轮回，超越十法界，往生到极乐世界就超越了。啊，那么生到极乐世界，经上讲得很清楚。啊，四十八愿所说的，戒作阿惟越智菩萨，这还得了吗？阿惟越智是法身菩萨，禅宗里面所说的明心见性，见心成佛，见心成佛的菩萨，啊，这不是普通菩萨，啊，生到极乐世界，智慧现前，德能现前，相好现前，神通具足。啊，生活的范围扩大了。啊，我们无法想象的，他生活的范围是变法界虚空界。跟诸佛菩萨的化身菩萨没有两样啊！啊，极乐世界学习圆满了，就成佛了。这个分佛是妙学如来，真正名副其实的无上正觉。啊，那我们想想，我们遇到这部经，初听这个名号，这个佛经，是不是由这种境界显现？如果有，证明你善根深厚。啊，那么像我就没有啊。啊，很多同学知道啊，我进入佛门从哲学进门的。这个不是善根福德因。啊，哲学是世间法。对净宗生欢喜心。是进入佛门二十年后，那二十年学习经教，明白这段事情，
啊，这个不是属于过去式的善根福德，或者过去式善根福德有被烦恼业障障碍住了，二十年的修学，啊，多少有一点功德，啊，消一点业障，哎，徐氏的善根福德了，这渐渐起作用，这能讲得通。啊，佛在经上这句话，我们深信不疑。啊，我见过很多人，一接触跟他讲就生欢喜，这自叹不如。啊，那么这几十年的修学，把这桩事情搞清楚、搞明白了，心里生欢喜，得来不容易啊！时间不长啊，前面我们读过，百年。一瞬间呢，啊，尤其人到老年，啊，感触更深，啊，86岁了，86年，好像昨天一样。怎么这么快就过去了？啊，年轻的时候，感觉到80多岁就很长啊，到自己80岁时，感觉到太短了。啊，就百年一瞬间。啊，这里头最重要的。是能把人生第一桩大事情，就生死大事，能把这个大事解决，这就真正没有白来，这一生没有空过啊！啊，如果来生还要搞六道轮回，那就错了。啊，那错得太离谱了。没有遇到这个法门，你来生继续搞轮回，情有可原。那为什么每一个法门都要断烦恼，都要消业障？这一桩事情不是一般人可以做到的。啊，黄念老很干脆地告诉我，消业障断烦恼这个时代没有人能做到的。他说的这个话我承认。啊，想想自己也做不到，唯有不需要断烦恼，不需要消业障也能成就的，这法门到哪里去找去？啊，只有这一门，只有经中这一门。啊，除这一门之外，再没有第二门。啊，那这一门我们在这一生遇到了，遇到之后，我们能不能真的那信这个法门，能不能升起信心？
能不能发愿求生？这个难啊，这个法门叫难信之法，可是它很容易成就，就是难信。难信能信就特别可贵，啊，难信易信，修行很容易，啊，就这一句佛号，阿弥陀佛四个字，谁都会。啊，男女老少，贫愚不肖，通通可以，甚至造作无逆受，回谤大臣。啊，只要认亏认错，只要忏悔回头。念佛通通都能往生，换一句话说，遇到这个法门的人就是有缘人，就是一生呢可能成就的人啊。当然这个成就啊，缘关系最大啊，难信怎么会信？当然得有个人给你讲清楚讲明白，这是缘。那我们可以称得上是个好学的人，但是遇不到一个人把这个经讲清楚讲明白，我们的疑问都能化解，我才会相信。那找不到这样的人就难了啊。那今天这个人找到了，这人谁呢？下莲居老居士。你看汇集这个本子啊，五种语言一本摆在我们面前看不懂啊，他汇集这个文字我们能看懂。这语言呢汇集的真好啊！啊，意思一点不差。文字是原来五种经文里头的文字，没有改动。他把经文里面生涩、不好念的、不好懂的，统统卸掉了。啊！取经文里头的句子很容易看得懂的，把它揭露出来啊，这样重新整理了一番啊，我们看现在这个经本子一点都不难啊。啊，那么讲解的人重要，谁能把这个经讲清楚讲明白，黄念老居老的这老居士脊柱用这个办法啊，轻而易举的帮助了无量无边的众生。把这个经文讲解明白了啊，
用了193种资料，资料相当丰富啊！来注解经文啊，缘呢？我们过去没有遇到我这一生与这个有缘。念老这个注解刚刚完成，用的是油印的本子我得到是他亲手送给我的一套油印的本子当年在台湾第一版大乘无量寿经解就是用油印本做底本重新排版印出来的跟现在这个本子里头内容有一些不一样这个后来老居士又校对了又增加了补充了一些那个本子上没有譬如我们讲到老居士的经本引用，近代科学家发现微中子这一段，油印本上没有。这是后来补充进去的。这都是缘呢。跟我同在的在家出家的同学没有遇到过这个本子没有遇到这个注解很多我们虽然是大量的印刷流通分量还是有限的学习经宗的人多做不到人手一部做不到所以能得到的人在整个经宗同学比例当中是属于少数那我们这个20年来引用了科学的工具用网络实际状况我不了解什么时候开始用我都不知道估计至少有15年用卫星电视10年这个工具好全世界的同学无论在哪个地方从网络从卫星电视都能够收到这个面都开了用这个方法来解法缘，我们是第一个开始收到很好的效果如果没有这个工具，就非常困难在讲经的讲堂我们知道最适合的讲堂不能超过500人
啊，500人以上啊，后面几乎听不见了。啊，用麦克风的声音，听得不自然。啊，所以不能够实行。教学人数越少越好。啊，标准的，过去李老师告诉我，不能超过10个人。这标准。啊，一个老师精神有限。超过10个人，他关注不到啊，照顾不到啊。10个人可以。啊，年岁越大，精神体力衰了，10个人都照顾不到。啊，3、5个人。啊，这是我们都要明了。啊，我们今天抓紧，也就是这工具好。啊，现在的网络卫星效果不亚于卫星电视。啊，成本比卫星电视便宜很多。啊，这种工具要利用，不利用了，太可惜了。我们利用这工具讲经、教学、传法，啊，共修就分享，对法明。这些工具的人，制造工具的人都有好处。啊，我们也念念给他们回响。啊，你这个工具对今天社会破坏力太强大了。啊，61年前，我跟方东美先生学习的时候，方老师告诉我，你别看小看这个东西，那个时候黑白电视没有彩色，啊，就告诉我，这个东西能救世界，也能够毁灭世界。啊，就嘱咐将来有机会要好好用它。啊，我们用它来弘法，用它来讲经教学。啊，不是搞娱乐节目。啊，今天这个世界，人心为什么这么快就变坏了？电视教的，网络教的，啊，谁不看电视？小孩出生，睁开眼睛就看电视。电视把他教大了，他的知识全从电视里头来。啊，那电视教的内容是什么？我们都知道啊，他全学会了。啊，这是说言语多重要。
啊，如其是媒体，能拯救世界，能毁灭世界，啊，不如说妄语，包括两舌、绮语、倭寇。啊，在五戒里头用一个妄语，全包括了。不能小看它，言语能救世界，能毁灭世界。啊，媒体只是工具而已。啊，这种工具能够把这个效果扩大。啊，扩大到超出我们想象之外，说到这个地方，我们自然会想到孔老夫子做卢思寇，啊，卢国的思寇只做了3个月，啊，思寇是政府官员，管什么呢？那个时候一个国大概还没有现在一个县大，国家没统一嘛，叫诸侯国，如果是现在山东曲阜，就那么小小地方，司寇是管像现在的警察局长。那卢思寇等于现在一个县里面的警察局长，就这么个位置，管治安的。那父子做卢思寇头一个，就把邵正宝杀了。啊，在现在可不得了啊！那邵正宝为什么杀邵正宝呢？邵正宝能言善道。啊，你辩不过他，他有一套歪道理。啊，设的似是而非。啊，这种人是扰乱民心。啊，扰乱视听。啊，把他杀掉啊！啊，现在讲究人权，讲究民主自由，那孔子犯的罪可大了。啊，他危害社会之深，一般人看不到。啊，孔子知道。这个人要让他自由发挥，将来影响越来越大。社会就乱了，这今天我们看这个社会知道了。啊，今天社会就混乱，与言论自由。啊，出版自由。有大关系。这个东西在历朝历代，这帝王都不敢开放了。啊，古时候言论不自由，受礼教的约束。啊，你说话，你写的文章违背伦理道德，这叫叛逆，这有罪。啊，现在完全自由了，完全开放了。啊，古时候政府这样做对不对？对，为什么？保护人善良的心。
保护社会善良的风气。啊，不准言语行为啊，违背伦理道德因果，不许可的。现在统统开放了，啊，社会乱了，人痛苦了，痛苦不知道这苦因从哪来的，啊，这因我们知道。啊，如果我们这一生当中不是守住圣贤佛菩萨的经教，那我们的生活是苦不堪言的。啊，这个是本经里头说的三个真实，我们得到受用。第一个真实之机，我们得到的受用不明显，为什么？它太深了。真实之机是明心见性，我们是朝这个方向走，但是距离非常遥远。啊，真实智慧我们得到。真实的利益我们得到了，啊，我们能在这个环境还能够生存下去，啊，还能够每天认真在学习，啊，这就是真实智慧，真实利益。啊，我们依旧能够法喜充满，依旧能够长生欢喜心，这真是利益。啊，不会被外面境界所转。啊，无论是顺境逆境、善缘恶缘，我们清清楚楚、明明了了，一点不迷惑。啊，可以随缘的随缘，不可以随缘的不随缘。啊，生活当中找到了平衡点，找到了依靠。啊，这一部《大乘无量寿经》是我们的依靠。老祖宗留给我们的12个字是依靠。啊，总结中国传统文化，不外乎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仁爱和平，这12个字。这是中国传统文化总纲领、总原则。啊，起心动念、言语造作都不违背，这就是圣人，就是贤人。五戒是善，六合六度，我们能够守定，心里头真有，起心动念、言语造作绝不违反，这个人就是菩萨。
不能讲太多，太多太烦了。现在人不愿意看。越简单越好。啊，中国传统就是12个字。大乘佛法也就这么简单。啊，无戒是善。六合六度，8个字，啊，行门里头的四科，不认识字没有关系，没有学过经教没有关系。只要懂得这四样东西，啊，依教奉行，信愿持名，没有一个不往生的。啊，到极乐世界去做佛去了。无戒跟十善分不了关系，啊，脱不了关系。十善是人的本性，啊，中国人老祖宗所说的“人性本善”，那善是什么意思？如果最粗显的说明，就是十善业道。啊，人本来具足这十善，以后变成不善，那学坏了，那是习性，不是本性。啊，本性从来不会骗人的，不会欺负人的。啊，人会欺负别人，会欺骗别人，这不是本性，是习性。那个不能不知道啊。这言语非常重要啊！孔夫子教学四科，第一个是德行，第二个叫言语，啊，这是中国圣人把言语看得很重。啊，社会安危之所系，不能不谨慎的，不能不认真的教学。谚语所谓，口为祸福之门，小的祸福。是对自己，带来的祸福，这个人。
如果是大的言论，影响社会，影响国家，影响世界，那个麻烦可就大了。那会造成整个世界动乱，整个就是世界全体人民的安危。这个罪过就重了。科学家如果是中国人，接受过中国伦理道德因果教育的人，他懂得原子弹这个道理，他绝对不肯输。为什么？他不敢造成业，这个东西要说出来，人家将来造的是一颗原子弹杀死100万人，他会把这个消息透出去吗？绝对不说的。外国人没有伦理道德教育，没有因果教育，他知道这个，他就说出来。这个东西说出来，要不要负因果责任？肯定要啊。今天世界上的人核武战争虽然没爆发，哪一个人对这个事情不提心吊胆？人人都身在恐怖当中，这是谁造成的？发明核武那个人造成的。当年制造这个东西，是结束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两颗原子弹结束。后遗症可不得了啊！后遗症太大了。过去说天灾人祸，人祸是比喻。现在人祸真的不是比喻，真的是人祸。可以把整个人类消灭。言语不能不谨慎。妄语是欺骗，两舌是挑拨是非，恶口是说话粗鲁，其余是花言巧语，欺骗别人。听起来好听，人人都喜欢。它的内容不善。
啊，特别表现在今天所说的文艺表演。其余多，不知不觉，啊，以为无所谓，对一个人德行的破坏力，对社会安全的破坏力，影响有多大，自己没想到。啊，所以佛教人要沉地狱，真诚老实啊，是则说是，非则说非，不能颠倒啊！啊，颠倒就是妄语。啊，其余经言疏语，口指四故，不应法故，不应法就不如法。不如理，不如法，啊，这个里面看影响大小，影响的面大，影响的时间长，那就是无间地狱。啊，影响一个人，影响时间短，这叫过。啊，还不成为罪。啊，如果影响时间长，影响的面很大，那就是罪了。啊，通明妄语这四种，两舌、恶口、妄言、绮语，都叫做妄语。精进明标无我啊，经文里头明显表示出来。五啊，这是五种啊，杀盗淫妄酒，要这五种啊，所以以妄语呢，摄于三者，何名有？这叫妄语，但经意引戒受啊，经的意思，引是不明显，但是包含在里头啊，《十善业道经》上所说的受啊，这个经上讲的无我，包括。十善业道经上所说的受啊，无我是跟受我呢合在一起讲故列举其三恶啊，列
列举其余的三恶，盖于祸中复有开也。啊，开是展开，祸是归纳。啊，十善业道经里头把它归纳起来，归纳成四物。啊，杀生、偷盗、邪淫、妄语，归纳成这四个。如果展开呢，妄语就展开为。眼舌恶口绮语，啊，妄语，展开为四个，开合不同啊。啊，贪嗔痴虽然没有说，杀盗淫妄里头都有贪嗔痴，没有贪嗔痴就不会造这个恶业。啊，这就是。虽然没有明说，但是意思统统都包括在其中。啊，人是一个善人，怎么会干这种坏事？啊，贪嗔痴是念头不善呐。啊，这是属于惑中啊。佛有开言，两舌心以为坚立语，这个翻译意思非常明显啊。四分六云，彼此斗乱，令他破也。啊，两个人是好朋友，在甲说乙的坏话。在乙呢说甲的坏话，让他们两个人不和，让他们两个人斗争。啊，他在当中取利。啊，今天这桩事情，啊，古时候也有用，没有现在的普遍。现在挑唆两个国家战争。如果真的战争被他挑拨发生了，造作这个口业的人，他堕无间地狱啊！因为战争死伤的人呢，他都要负责任，很可怕了。你真看清楚、看明白了。你得的那个利益了太小了，付出代价太重了，不值得了。堕到无间地狱，哪一世你才能出得来呀？这麻烦太大了，所以这种事情是万万做不得的。我们把这些理事因果都搞清楚，都搞明白了，我们对于佛这个感恩的心才会升起来。不是佛这样说明，我们怎么会知道？啊，我们有意无意在平常谈话，这些毛病自自然然流出来了。干了自己还不晓得，啊，最平常做的，我们遇到，哎，
我听说某人说你的坏话。你看，前面我听说啊，让这个人跟那个心里就产生对立了，这何必呢？事实真相还没搞清楚，就在造谣生事，就在拨弄是非了。全错了啊！多可怕！啊，我们继续看，这念老提给我们提出来的经义引介事物。啊，这里头确实有收获的意思在里头。故列举其余三恶了，盖于惑中呢，复有开也。啊，两邪心已于离间于四分律云：彼此斗乱，令他破也。天台，天台就是智者大师说的。勾山彼此，拐何惑也？啊，这个勾山就是挑拨、煽动。啊，往往是斗争里头所用采取的一种方式，啊，让彼此双方产生怀疑，失去信心，乃至于挑拨一家人，父子不和，兄弟不睦。啊，让这一家人家破人亡，这个罪是地狱罪。啊，你得到多大利益，多大的好处？啊，拐是拐理，违背也。违背何惑，破坏何惑，啊，今天这些事情在社会各个阶层、各个行业里头都看到，常常看到，天天看到。啊，社会上还有这种事情，这社会能安定吗？这社会还有和平吗？啊，破坏社会安定，破坏社会和谐，这个罪多重。这是我们不能不知道的。那我们明白了，
历史、因果都搞清楚、搞明白，不但这些事我们不能做，念头都不能生。今天这些事在社会上是普遍现象，我们知道这个动乱的根在哪里，源头在哪里，我们万缘放下，一心求生净土，对于求生净土这个信念坚固不拔。我要帮助这个世间人，我智慧不足，福报不足，德能不足，这三样东西都欠缺，智慧德行，纵然想帮助人们，就古人讲的心有余而力不足啊，你做不到啊。那怎么办呢？不如赶紧到极乐世界亲近阿弥陀佛啊，成就智慧的能相好，像阿弥陀佛一样，我们才有能力帮助这些苦难众生的。再回来不迟。我们再回来的时候，这些众生没有出六道，甚至于他堕地狱去还没有出地狱，我们又来了。真正发慈悲心、怜悯心的，还是可以救他了。现在要救，救不了啊！必须得清楚、得明了。真的放下万缘，彻底放下。又大乘一章云：言怪彼此，谓之为两。两鹏之言亦于舌，故曰两舌。这话意思是什么？下面念牢给我们讲清楚了，这就是煽动利间拨弄是非。这两舌的意思，用这个八个字来解释，大家都懂。煽动利间拨弄是非，这个事情决定是恶，决定是罪孽，决定不能干啊。小的罪八十地狱，大的果报，严重的无间地狱。人生在世，什么事情都要能忍，不造这个罪业，造这个罪业，来世
苦不堪言啊。啊，死后肯定在地狱。啊，恶口者呢，心以为粗恶语，说话很难听。啊，粗鲁不善呐、啊，跟《还原观》上所讲的如何正直，恰恰是反面。啊，菩萨对一切众生，确实是如火。中国古人就要求人与人之间言语要一无色，如无声。啊，这个里面才真正看到修行忍辱波罗蜜。啊，六度就是生活，日常生活当中点点滴滴都要把它用上啊！啊，布施是什么？是服务啊！啊，我尽心尽力把我的工作做好，让大家生活都感到快乐。那不是什么服务，实际是什么规矩啊。啊，人与人的关系搞清楚啊。啊，居领导地位的，要仁慈爱护属下。啊，在下的听从领导，要尽忠职守，这是生活啊！无论是上下，无论是同僚地位平等的，或者对于在下属。啊，时时刻刻要想着人，要想着让，啊，决定不起摩擦，不生误会，这个团体就好啊！啊，佛要求团体，无论大小。都要修六合敬。啊，这是佛心目当中理想的僧团，啊，就是团体生活。四个人以上在一起生活共修，啊，就成为僧团。但是一定要修六合敬，不修六合敬不叫僧团。啊，修六合敬才是真正的僧团。啊，我们今天学习，别人跟我合不合，不要去过问。啊，要回过头来问自己。我跟大家合不合？
我对大家敬不敬？啊，心里头真有诚敬，外面和睦自然就容易了。心里面没有诚敬，外面在听信谣言。如果有人有心煽动奸利，拨弄是非，他就成功了。啊，你就上当了。啊，那么在今天的社会，这个事情太普遍了。我们要如何应对？决定不听谣言。决定不听是非。啊，他来给我讲，我念我的阿弥陀佛，这就对了。啊，对人对事心地清净，没有染污，心地平等，没有高下。啊，我们要把无量寿经用在生活上。无量寿经里的最重要的一句话就是发菩提心，一向专念。你能掌握着这一句话，你就决定得生净土。啊，紧紧抓住这一句，其他万缘放下。啊，我在家庭，在团体，啊，在这边在修福啊，不是造孽，啊，在这里修福，断恶修善。积功累德，作为我们往生的资粮啊，可以提升往生的品位啊，也是护持正法，弘法利生。所作所为都是善事啊，都是帮助众生觉悟啊，帮助众生离苦啊。啊，这是好事啊，决定不能做迷惑颠倒的事情，啊，伤害和气的事情。这种挑拨是非啊，是伤害和气。那换句话去破和合身呢？啊，言语如火，啊，粗恶语。法界此地里头所说的恶言加鄙，骂他，
教训他，令他受恼，他生烦恼，这叫我苦啊。不应该的啊。可是你做领导，下属要做错事情，要不要呵斥他？有啊。要不要教训他？有啊。这不是我苦，这是让他警觉，让他知道他改过自新。那这是慈悲，是爱心，不是恨他。啊，是出自于爱护，让你改过自新，让你学好。啊，所以用心不一样。啊，如果是讨厌他、恨他，啊，来责备他、来骂他，这就是我苦。那帮助他改过，过去世俗里的教学，老师对学生有体罚，啊，最平常打手心的，啊，戒尺打手心的。啊，李老师教学的时候还是大人，啊，他没有戒尺，他有扇子，这就是扇子，这就是扇子大人。啊，当然没有戒尺那么痛，但是也不舒服啊。啊，老师打什么？打记性。啊，这个地方没记熟。挨打了，对这个讲就特别留意。啊，打了你就记得了。啊，可是老师，因人施教不一样。啊，有些人常常挨打，常常挨骂。啊，什么原因呢？我那个时候初学，我没看出来呀。老师说，那个人真干，真学，打都打不走啊。啊，如果说重了呢，说几句了，脸就红了。老师以后对他就很客气，再不说他了。啊，他有再大的过失，老师都不说。那为什么？他不肯学，他爱面子。啊，你要是骂他打他，他记恨在心。那就变成冤仇了啊，到后来搞成冤冤相报啊，就不好了。啊，原来老师教二十几个学生，他对每个学生都非常了解。啊，这学生是真干是假干。啊，真干是几分真干，通通清楚啊！啊，一点都不含糊。又大乘一章第七说：“言辞粗也，莫之为恶。”
祸从口生，故名祸口。这个意思，是为以恼他之心。恼他不喜欢的，出粗恶之言，令人受恼。叫他们，他也生烦恼，这叫恶口。妄言就是妄语。心意，这个佛经里头，特别是古大德的注解，我们看到心意是玄奘大师以后翻译的，就成为心意。玄奘大师以前的翻译的称为旧意。区别在这个地方。妄言妄语是旧意。玄奘大师翻的虚狂语。这前面有解释，虚是虚伪，狂是欺骗。虚伪、不真实、欺骗人的这些话，这叫妄语。又如梵王语，这梵王精神，不见言见，见言不见。如是唯心不实之言，叫做妄语。那么总的来说，说话不诚实。与事实真相呢相违背。这就是经上所说的妄。下面呢，其余的心以为杂秽语，杂是夹杂，秽是什么？是染污，是不清净。居舍论云：一切染心所发诸语，名杂秽语。这个里头包括的范围很广，诗词歌赋里头都有，听起来好听，里面什么意思？言情说爱，让你生起贪嗔痴慢。贪嗔痴慢是这样的，这一类的言语叫起。
它带给你的结果是烦恼。我们今天讲情绪啊，挑起你怨恨恼怒烦，啊，表演的好的，很能感动人，能叫观众随着你的音声，哎，也起舞啊。啊，这是个成功的表演者。这样的人，我们细心去观察，他结果怎么样？看一下著名的明星，大明星，好像好死的很少啊。狠死的很多，造业太重啊。他造什么业？起欲啊，天天都在表演起欲啊。啊，这就是电影、电视这些东西啊，扰乱了社会把人都教坏了。用什么教坏的器具？花言巧语。啊，里面的内容与伦理道德完全相违背，啊，把过去善良的社会风气一扫而光。啊，新的东西没建立，旧的不要了，新的没建立，人心没有依靠了，长时间这样下去，社会乱了，社会怎么乱？人心坏了，人心坏了是因，社会乱了是果。社会这一乱，人心更坏，人心更坏，社会更乱，这麻烦大了。啊，感应的地球上灾变异常。为什么会有这些现象？我们要细细想想，古圣先贤防范非常严格，啊，这些伦理道德、因果、圣哲教学，啊，都在防止啊，这个东西丢掉了、破坏掉了、泛滥了，啊，洪水泛滥。没救了，所以我们想世界恢复安定和平，还得把老东西找回来，它真有效啊！不能回归祖宗的教诲，那这个世界就是越来越坏，越来越严重，到最后真的会崩溃。
现在是崩溃的边缘，要救还来得及。再去拖延几年，恐怕来不及了。想救也没法子了。好，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学习到此。